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布斯。绝区零终于开启了，这个游戏我等了好久。之前看各种测试阶段的视频，打击感好，剧情不错，建模精细，演出也很好，都有人分不清游戏和现实了。核心玩法是陡格的加战斗，而且是支持手柄操作的，非常适合我们的 GPD 问4游玩。绝区零流畅游玩所需的功耗并不是很高，给出一个15瓦兼顾续航和手持体验的设值。以下为实际测试。很好，接通了。喂，能听清我的声音吗？那么，开始做生意吧。交给我吧。了解。收到。来了。比利，快去收礼。换我来。了解。要我吗？到。点钟。收到。要我吗？要什么？来了！来了！待命。好。了解。交给我吧。待命。